现在怎么回事？接了一单2.7公里发货地的，离我离了2.7公里，在海盛大，就是海盛国际大厦。那我赶快赶过去吧，走的是湖滨中路。不知道他们怎么骑行湖滨中路。体育路，然后湖滨中路。哎呦，下雨天了，我操！又下雨了。距我2.7公里，走湖滨中路，湖滨中路，然后走湖滨南路。哎呀，要求在现在应该15分钟内到达吧。你看看，刚才在16分钟内到达。哎，啊，这雨又下大了。现在是绿灯，请安全通过。这条路是体育路嘛？体育路，然后湖滨中路，然后走到从滨北走到滨南。现在是红灯，禁止通过。哎，雨天呢？现在是红灯，禁止通过。现在是红灯，禁止通过。好，可以准备出国去了。现在是红灯，禁止通过。每次都是这样的，不是每次的，就是我说那个他们这样。哎呀，每次都是有这么远，几乎就是说我如果我要抢单，很难抢到这种几百米，就是1-2百米或者3-4百米之类的单，都是要取货地点都是要1-2公里以外的，不然它不是几百米的，它是不会让你显示的。个人单，如果是超市单，因为超市单又重又大。它当然是会让你显示，那如果是个人单的话，这粉呢很少啊。这里好香啊，这中茶这里，厦门中茶这边非常的香，在烘焙这个茶叶。
啊，湖滨中路了。对，湖滨中路。进，茶叶进出口啊，这里是茶叶进出口。左边这栋大厦不知道都没启用，左边这栋大厦。到这条路，这条路呢，是我们这横着这条路呢，是湖滨北路了。还有多少米啊？还有1.9公里，9分钟。如果骑行的话，1.9公里，9分。从滨，就滨北嘛，我们这边是滨北嘛，滨北过桥到滨南。有时候这取货时间都来不及，这么多红绿灯等的时间这么长。不过这里是重要的那个交通枢纽，交通那个十字路口，也比较大的交通十字路口。到湖滨中路，
你好像有点下坡，啊，是下坡，怪不得我骑起来觉得这么有点轻松，没有那想使劲踩都没，都有点踩得空的那种感觉。你最快的速度起，哇！你最快的速度起还是抵不过这种两轮的电动自行车。加速度实在太快了，远当湖。跑湖滨南路了。
达达奇是那个华润的 A 栋。华润 A 栋，我看一下啊，你稍等一下，刚刚还在搜。华润 A 栋就是。今年就没找人了。你这样子过去，会一下吧。啊，我放在书包里面嘛，是吧？然后我就拿塑料袋给你。我放在书包里面就可以了。这两天让你拍一下给我。现在都用这个，你是更省钱，啊？更省成本。谁说更省成本？那你为什么不骑那个车更多快呀、我没钱啊，我有钱我会买电动车。但是这个你们就更辛苦。辛苦，这没办法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袋子太大，我就拿塑料袋不用给不用，就这样可以。可以吗？不要放下来，对，放下来装吧。那你这个有没有时间限制？有啊。当然是有时，对啊，我从2点多公里骑过来新井那边，新井贴心公关，走了。慢点啊！脑子不够用。不是不够用。把你的吧。Thank you.
万象城呢？万象城，武滨东路，有山。万象城。黑洞。哎，请问一下 A 栋在哪里？知道吗？啊 ？A 栋万象城 A 栋。你那边呢？是。那边不是 A 栋。啊，对对对。左转，进入武滨东路。左转，随后右转。正。
黑洞是在里面吧？应该，是你再听一下。喂，你好，我是达达骑士，我现在楼下了。喂，好好，行，我的我背了一个包，穿的是紫色的衣服，我背了一个包，穿的是紫色的衣服。好，你那个有个收货吗？有一个收货吗？好好。3636是吧？好好好，我在大门口啊，背了个包，穿着紫色衣服。我也没发啊？啊，我去20楼，他下来拿。下来接你。啊，对，下来拿东西。那边稍坐一下。好。
啊，谢谢啊。到时候下来的时候我帮他。嗯，不用了，我站在这里了。他马上就，谢谢你啊。谢谢啊，麻烦给个好评。那你想吃很多次。本期视频就拍摄到这里为止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或想说的话，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，我能做到尽量做。如果大家还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加我微信或支付宝给我点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我也开通了 YouTube 打赏功能，感谢大家的打赏。今天是2023年5月11号，现在是六点十五分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